那个九州坤说他付费连麦，给他往管理员给他拉上来，完了再给他踢下去。九州坤是谁啊？不用啊，你上来他是要跟你爸要跟你吵架。你好，啊，你好。那个，你不说。那个不好意思，赛雷，赛雷老哥，我是这样，我这回连麦呢，主要其实是想跟问问大头鹰。啊，行，你们来。借一下贵宝地，就问一下大头啊，鹰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本来会卖多就是，本来正好就好啊，是你们来挑，开不行吧？然后我在旁边看戏就好了。那个，我问您一下啊，大头鹰那个老哥是这样啊，我今天在就是不好意思，我第一次连麦有点紧张啊，是这样，我听到一个说法，就是在美国那边，即使你不是，就是即使你不是那个正经的公民，你是相当于在那时候是非法移民过去的，你每个月也有600美元的补助。然后我这个说法最我感觉很难理解的，就是他说甚至200美元就足够一个美国家庭，三口之家的一月的开支，有这个说法吗？大东老你这纯属他妈，你这纯属造谣，你这抹黑美国呢吗？美国非法难民一个月1600，哥们儿，他吃你回扣了，这妈一个月1600是吗？一千六，而且他们非法难民那美国那边提供廉租房都是别墅，前面带喷泉，后面带雕像的，啊，用那个水龙头往左拧淌牛奶，往右拧淌他们那个啤酒，中间抬起来直接出可乐去了。不是，那个大头鹰老哥是这样，我是跟你是一个那个什么的，您别那用这种比较就戏谑的对，方我式。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跟你说真实的，正经的，但是这种廉租房确实不好排。美国有廉租房，美国五保户，美国的这边的五保户就是他按照咱们说低收入的五保户那边，政府给分孩子，缺老公给分老公。真的假？真的正经的，人家那边那个班主任就只说 president 知道吧？啊！密斯那个密斯乔，人家 president 讲话了，你要没孩子，这辈生不出来，他是你当干爹。是你看，吗？要话还得是人家那边。那还有就是，他说他每个三口之家200美元就够三口之家的旅费用。那都他妈的大吃二喝都浪费了，我说实话，那都有顿顿的炫肉。你要是但凡像咱家似的，就牛肉你配点土豆吃，一月他妈用了80，一大关都吃你回扣了，那都黑中介那都是。不是，这真的假的？不是，真事儿。不是那个，那你这不是？你我这个我不骗你啊，底特律的房子1块钱美金，听过没有？啊。就是底特律，因为他之前就是贸易搞的各种免税啥的，完整个州收不上来税，没有任何基础建设，治安差。但咱实话实说啊，治安是差的。但是他那个地方经济崩了以后，完了直接房子就变成1块钱，就是你啥也不用，房子给你住，他就是等于其实就是1块钱，就只是个交易额度的最低额度嘛，最最便宜1块钱，房子给你分，孩子你生不出来，人家那边 president 认你当干爹，你的水龙头打开，左边淌牛奶，右边淒啤酒，中间淌可乐。一月给你1600块钱，你乐花就花，你不乐花就拉倒。你要折合成 casino 的那个筹码的话，能一月给你兑换1万多，输就输了，赢了你揣兜，税都不用交。你要不高兴了，你出去发泄，LV 店啥进去哭哭就零元购。出来了以后，你乐意背背，不乐意背，你扔网上二手咸鱼，美国咸鱼好像叫什么 salt fish 嘛，就是 salty fish，齁咸的鱼。完了你就到那边，你挂搁网上一卖，分逼不收。你讲话了，你妈一个月吃200刀，大吃二十。但凡美国有 coupon 买披萨，就是你要使那 coupon 的话，你到那个柜台跟前，你拿着你这个披萨，再带着你那 coupon 那个券，他到找你3500块钱，拿那券，一月还给你3500，披萨给你煮熟了吃，pepperoni 你也不乐意吃的那个服务员都给你挑出来，给他妈香菜扔一地，人那边也吃的也怪，买美国香菜味的披萨，知道吗？给香菜都给你挑出来，那个什么，里面那放个。全香辣。是这样，那个大头鹰老哥是这样，我真不是说反串什么，我的目的是我真不觉得美国好，真的我不是说，对，确我实看不好。他这，不你是想吧，他就整我这，好像他感觉多移民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对，不是那他说多白移民人国家嘛，他多移民国家他整不去那些人。我告诉你，实际上是因为啥？真正从居住环境、文明、社会发达程度来讲，它很高。但是吧，它的主要问题也是它的核心问题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它是多移民国家，多移民国家意味着啥？就是大家嘎鸡窝出汗味儿是不一样的。印度人往哪儿一站，老美不乐意闻；老美往哪儿一站，咱家不乐意闻。其实咱们互相你都不知道，你出汗的时候也一股猪肉味儿，老美也不乐意闻，互相嘎鸡窝味儿都贼大。搁美国热，你知道吧？
他地方跟老非洲似的，他热，他嘎鸡窝味儿互相闻不惯，所以华人都在华人区待了，印度人在印度人区待，待的其实四分五裂的，他一点都不团结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大头鹰老哥，我先声明一下啊，这个评论区我一直在看，是这样，我不是说相信他，我正是因为不相信他，所以我才问一个就是真的。对，他说的确实是假话，这帮黑中介他妈这卡你抽成了。明白吧？他提你成了一个月，你想政府这边按两口之家，老哥，两口之家补1600。不是，这我不想真不想说，我就想真想真是认真的，我是发自内肺肺腑。对，人家这边，人家你想嘛，美国吧，美国你说他霸道，搁外面确实不霸道，确实挺霸道啊。你这油那么便宜卖不了，这瓜保熟吗？不保熟，光给你瓜摊子给你掀了。美国在外面确实霸道，但这钱拿回来，人家也确实是回馈给百姓了。你知道吧，你别管你搁美国你会啥不会啥的，你往家一躺，一个月1000来块钱给你，咱说起码说温饱够了，对不对？美国那么多流浪汉呢，美国流浪汉，人家你其实国内哪有人家哪懂人家西方人精神层面的追求啊？你想吧，这种日子往家一躺就给你钱，水龙头打开乐喝啥都有，没冰块谁嘛乐意过这日子啊？谁就是人家那边山猪就天天吃细糠，人家吃不了了，想感受生活，出来体验生活，让咱国内那营销号啊，流浪汉遍地都，人家那是行为艺术，讲话黑爸爸，一天搁地上跑，晚上一响动次，就苍茫的天涯，是这边开始黑怕玩就西海岸。那个老哥，谁给我西海岸？哎呀，行了，老哥，我是真的想听点实话，真的，就你这个我说的这个东西，我这么说，我告诉你，我为什么连麦跟你说，首先他说的话我是完全不信的，我跟你连麦是为了拿你这套说辞去给他解释，因为他非常喜欢的，你给他解释吧，你就告诉他说他是什么情况，你告诉他你什么黑中介，大头鹰说给我办过去，落地机票直接免了，一个月给我发1600，你那1000是不是让你吞了？你就说他是黑中介，过去就磕着他。不是那个，他该说不说，美国有一样东西贵啊，美国有一样东西是特别贵的啊，你算吧，合人民币一瓶可乐，将近他妈27块钱。兄弟们，你们在这个评论区上真不用说什么智不智障，我是真知道大头鹰老哥在反讽，但是我是真不想听反，我就是想听一句实话，这好像这逗死我了。你但凡能看那，我跟你这么说吧，哥们儿，人都说抖音号养成了是啥概念？10个视频能抓住8个美女。你的号废了，你能刷着这视频，这是大数据按智商分格的，你能刷这种视频，你说实话你该检讨一下。哎呀，我不是说我刷着视频说他的事，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说的这种话，他你能交上这种朋友你该检讨一下。我是该检讨一下，这问题说实话说亲戚，你能有这种亲戚你更该检讨了，你的基因你 DNA 里面都带的，说实话就这东西都是。我跟你讲哥们，其实这个事儿很好避免，其实从这个 DNA 成分里面来讲的话，你缺的是地瓜因子。我建议你上一副665去买点地瓜，现在9.9块五斤包邮啊，是属于这个优惠产品，你可以点击他头像进入65群买点地瓜。我建议你服务一下地瓜，服点地瓜因子修复一下 DNA 缺陷。不是那个老哥是这样，哎呀我怎么就你是觉得我是1450还是怎么着？是怎么为什么这么耍我呀？你这样说，你要这出来当1450，我说话1450也快他妈解散了。哎呀，我不攻自破，你当不上1450，瞅了你都直摇头。不是我哎，你吃点地瓜吧，我的地瓜能有助于修复基因。大头鹰老哥，我发誓行吧？如果说。我是1450，我是因为这个事儿，我是真是发誓，绝对比3200大不了。你笨的是，不是正常人都发这个事儿，他是不正常的，所以我想，让你不聪明，你不聪明，我是不聪明，行吧？我没出过国，我不知道这个情况，我想反驳一下，没有说不简单。行，我跟你说最简单的，我教你啊，我教你如何站在一个没出国的人分析他们说的事合不合理。接下来我跟你正经说了啊，美国作为一个多移民国家啊，正经说了啊，美国作为一个多移民国家，200多年的历史当中，它的人口现在只是3.多亿。如果按照你理解的那些福利，你告诉我，印度人躺在街头上干什么？我们这些国内的人拧什么螺丝？
所以明显这东西不合理。如果合理的话，我们应该是3亿多人，他们应该是10多亿人，没毛病吧？他应该把印度全都吸。所以说，你应该就是我没哪怕没出国，我应该明白一个道理：他那儿肯定不是像宣传的那样。如果是宣传那样的话，他应该有30亿人口这国家，而不是3亿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我知道啊，为什么还有那底特律房子真1块钱？你告诉我为什么还有底特律1块钱房子？那你再给我，你告诉我为什么还有街上躺着的人？所以、啊，如果那么好工作的话，都随便工作。我当时通个马桶，按他们说通下水，通下水一天都200多美金。如果是的话，那些人为什么躺着？什么性格啊？对，啥家庭啊？我也搁外面躺着。是啊。那不就简单了吗？你还用出去干嘛？这玩意儿还付费连麦，哥们儿，你能付出这个费？就说白了，曾经我有个朋友搁互联网上测他妈智商，测完了以后说高达142，但是得付29.99。啊，不是，那 PY 为了为了 confirm 一下子，第二把测出143的高级智商，一共花了60块钱。你讲话你就花这60块钱，你智商就过不了100。我那朋友，我没花。关键是他媳妇干的嘛。他媳妇儿更牛逼，他媳妇儿为了测试自己，第一遍测个81，也花29.99。你测不是81吗？明明是130多。你测不是81吗？你才81。咱俩讲话好像他妈是那个沙特阿拉伯一年级的学生，咱俩好像那个沙伯一似的，俩人测智商花他妈100块钱，最后人疯狂找我了半年，还他妈转发到，还他妈转发朋友圈去了。我也是不要这个脸了，我。真的，我实话说，没有说老美好的意思。我说这话没有，评论区没有人说，评论区都在那边骂人，那就都在那边笑啊，没有骂人啊。为什么老说我呀、啊？我没有说那什么，为什么？哎呀，不是大哥，你看看评论区好吧？评论区都在笑。对，是在笑。那我就说这个话题不可能那么简单吧？就是我告诉你啊，他测这张题画3个箭头，一个朝上，一个朝下，一个朝左。完了，第四个打个问号，问你第四个是啥意思？我感觉是朝右。我答完了，居然141的智商。就说，大老鹰老哥，我说实话啊，您说完那话了吧？我就是我说实话啊，我说我为什么要跟您连麦，是因为我要把您这个录，我能录音嘛？就是把您，因为我知道您有直播切片，我怕他不能第一时间那事，我把您这话录下来之后，我把直接他发给他，让他不用啊，你找一天晚上，你跟他出去聊个天，喝个啤酒，吹个牛，因为我很快就要去南方去那什么了，所以说我可能说明天就是最后的机会，是这意思，所以说我就赶紧把这个录这个意思，我真没有说那个，哎呀，我就想录一个说。在这方面有权威的、有认知的人，他的权威认知、权威认知，包括您不是在国外待过很久吗？所以说我建议你去看，我推荐你个博主，叫博文，博文是拼音，博文在美国，这小子跟美国挺牛逼，把中华烹饪文化发扬挺光大，在美国做的核桃馅儿饺子，跟美国评上他们那个最佳什么通下水啊、哎，不是最佳那个厨神。出神奖了，他眼中的美国算是比较客观的，你可以去看一眼。嗯，好嘞。厨师，把明星厨师，你去看一眼啊。真讨厌，你每次为了抬高自己都要贬低我，到时候人家又说你老婆是智商81的傻子。31，不是130，131，英嫂131，更正一下吧，英嫂就花一遍钱，我花2遍。对，还有第二个问题，那个。就是大头鹰老哥是这样啊，就是他还说提出第二点，就是他认为美国的税务能抵税，所以还他妈有第二点，还有第二点，还有第二点，不是美国能干嘛？大头你先等会儿，像我都没听见，我你要知道哥们儿，我可是 CIA， 你谈起美国可是有挚爱金鹏啊，得加钱的。是这样，我就是他说他在美国他能抵税，说如果说就是说你在那个美国开那个发票，他的所有的都能报税，说这样算上去的话，他税务很低，甚至比中国低。我首先我真不相信，你就相信那个叫，我只是想把你这个东西去拿出来去反驳他，直接就哎呀，你说那个叫抵税，评论区说我智商低，我认了，行了吧？你不要跟评论区干起来，不用看节目效果，对节目效果，这老弟肯定是有真实问题想问你。这样，老弟，一会儿你要答应我，一会儿如果要是咱俩下麦以后，你要点一副头像金65军，你能买5斤地瓜的话，我把这个事儿我好好给你讲讲，这个税的问题。嗯，
搁美国能但凡能提出来啊，你就听我说，搁美国但凡能提出来说抵税，这不叫补税啊，叫抵税，就是说我加油了，我吃饭了，我干啥了，我花的钱拿的这个收据拿出来要抵税的，你通通记住，这种就是啥呢，没有正儿八经好工作的，有好工作的报那种税是不能补的，明白吧，是不能自己算的，那种是 W2 扣税，叫 W2 扣税，那是正儿八经好工作的，没有好工作的个体工打零工的，包括自己开个小餐馆开个冰箱烧烤赔他妈30万那种水平，那种水平报的是1099搁外面买瓶可乐都得去拿去抵税去，为啥，就是证明自己有多辛苦，完了一点税不税钱不给人交，知道吧，但凡落抵税的通通都是属于啥，挣年一年挣14-15万拿白卡的，讲话钢铁侠当年就这么破的房，哎，拿白卡，白卡啥干净，白卡低保户无保，听懂了吧，明白，嗯，啊，1099是个体，他们在美国你一唠什么的，我做买卖都多大买卖，有啥买卖做，纯纯老个体，现实就是东跑点西颠点，今天打点装修工，明天干个搬运工，后天没事闲着来送点外卖，这种打税报打零工，完了报税了以后各种抵，租房子了，孝敬父母了，游戏充值了，光光抵完了以后没人找他，可以一找他全懵逼，俩耳瞪滴溜直，牢底坐穿，明白吧，听懂了没有，明白，去买地瓜去吧，去给董国辉买地瓜去，这样那个，那大头兄老哥我直接给你上个，你别给我上了，你不，你别给我刷礼物了，你去，你给那个啥，给雷子送，给雷子买点地瓜，嗯，买点雷子，买点雷子，我现在不想买东西，我直接给你买，没事，你刷，你给他刷吧，没事，不差这个地瓜，你别买地瓜，地瓜买一单亏一单，啊，没事，你给他刷了啊，你给他刷就行了啊，拜拜，福利新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哎，你看这梳子，你看这梳子，够嫩着了他。哎，你看这个梳子看到了没？看他行，拜拜，天哥，我到宾馆了，到宾馆了。想要大头鹰每天陪伴着你，帮你梳头吗？看他牌，上链接，上链接，上链接。正经不是定做的，他这个牌子就叫 Kent， 是一个英国牌子是吧？在美国 Kent 是一个香烟的名儿。啊，对啊，箭牌。对，是一款香烟的名。你看这个，你看跟这个跟大头鹰一样，身上还长满了。我们看了最新的赛雷三分钟科普节目，那不叫香烟，那叫臭烟。嗯，国内的包装太过好看了。啊，是的确，国内的烟的包装，你看我给大头鹰从那个叫什么？那个马来西亚带回来那个烟，我的妈呀！我拿回来我都觉得晦气。是脖梗子抠个眼儿，心脏上抠做个大桥大疤了，脚痛风，整的稀烂。你看这梳子上面还有你的毛，看到吗？它底下上面是梳子，下面是你的毛。六哥来了，是吧？朱宗梳是吧？朱宗。朱光烈，猪毛，这个是猪毛，这大头鹰背上的那个就叫猪毛，是不是可以卖的更贵？没有啊，这39块钱一把，这个 Kent 大头鹰名同款梳子是吧？39块钱一把，有需要的小伙伴点击头像进入65群啊。你看这家公司名字，这家公司叫英国 GB Kent， GBK 啊，一会儿那个谁，既然大船又出海了，我可以去，我可以回上海以后去你的那个理发师那理个发吗？我家楼，你没信号了？你刚说啥？卡了吗？卡了，你刚说啥？我说那个既然大船又出海了。我家楼下帝兰国际剪头不行，帝兰国际剪头就他妈光光坑我，一会儿洗洗，两会儿上楼的，完了细说上楼，对，完了能不能我上楼我上了，我还花充1000块钱卡呢，那女的现实整的老海岛泥18回，
回回给我重复往脸上抹啊，你我能不能去你剪头地方剪个头啊，上上海可以、啊、吧可以、啊、我正好想把我卡里钱用完，我就不在那家了啊，又捞钱了，你剪一回头我剪的没多少钱啊，就我充钱了，没多少钱，一百多块钱剪一次，一百多块钱，那就我给你刷跑车吧啊，不用了不用了，赶紧你赶紧去吧，帮我把这里面钱赶紧用完，我接下来就要换别的地方去剪，太远了。你们有二楼吗？没有二楼，人家正经剪头发，那个理，这整个理这个理发店里面就一个女的都没有，全男的。哎呀，洗头的也是女的啊。对啊，那我现在我家楼下整个店里面一个女都没有。那我现在我家楼下洗吧，那我感觉女的洗的好点。你上次就是反正我家楼下，你不记得你要洗头，我告诉你在哪里。那天我们从那个平型关路回来的时候，你不觉得那几个场所就看着就很适合洗头的那几个场所吗？就动不动门口有个出租车停下来，然后就有一个洗头的姑娘进去了。那个叫什么会来着？百老汇？不对，叫……哎呀，我去，叫啥来着？叫什么会？三个字，忘了，忘了，忘了。啊，对你后来你不知道吧？后来回到公司以后，某帅问他朋友说那个说那地方有什么说法，完结果他朋友直接安排了一场、啊、某帅直接去了，某帅那天晚上直接去了啊，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临走之前他说他说帮他朋友要的，说帮他朋友要的，说是那个想知道那个超人丸是什么玩意儿，老听说 啊还有这个故事的啊。对对对，当天晚上他搁那陪我待着直播，他朋友来电话直接给他包房号他走了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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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好，有话题了，有说法吧？天地会在新天地，他那个不叫，那叫啥来着？这叫国色天香吗？哎、还叫啥来着？忘记了。哎，媳妇儿，你看他这有没有按摩的上门的？他宾馆有没有按摩的？咱俩按一下子。啥时候打野？义父是12点钟准备准时出去打野，彪哥也来了，揣子马上就要过期的10000块钱，准备开始刷了。嗯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我跟你说，打野比那个苦多。你啥时候直播？你不是说你要开始直播了吗？没有，明天我就先不回去了。明天彪哥也要来，说找我谈大买卖，说给我带一个他家。对，说给我带一个他家那个最高级的那个笔记本电脑过来，没有显卡，就说反正。我今天在那个。天哥那边做了一下午的按摩椅，我按小马。那我叫一个行吗？你去叫吧。那你睡觉呗。啊。你把铁门关上，我得听着你。行，那我下了一会儿，我有事儿，我就。啊。我这边有事儿，我开个会啊。我开会去了。他为什么要笑？他有种不太聪明的感觉，不是他们玩的有点太大了，这个不好，是吧？这个不好。这个梳子可以啊，它是猪鬃的那个梳子是吧？那个这个猪毛的那个梳子。